安先生，请您稍坐一下。总统先生马上就到。总统先生到。李泰安，李先生，如何？嚯，久仰大名。叫你李泰安好像太见外了，我可以直接称呼你小安安吗？虽然因为我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刚才在叫我们明星小安安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槟榔交出来。哎呦，你对一个总统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不好吧？槟榔，安娜，交出来！槟榔，交出来！吓我一跳！注意我，潘姐，我们这边不能吃槟榔，待会出总统府之后，我们再请客，好不好？我们招待你，恰姐，放轻松，当做自己家，总统府就是你家。小安，其实这阵啊，我拢在注意媒体，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，所以今天请潘姐。百忙之中还请你抽空前来我们总统府坐坐，主要是想向你学习，顺便请教几个问题。大家都捌看过金庸非常有名的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，里面有南慕容、北乔峰，你捌练过对不？乔峰最厉害的就是蛇形刁手。不好意思，总统先生，蛇形刁手那是成龙拍电影的时候就拍出来的，但是那个乔峰他用降龙十八掌。我知啦，人专长是在蛇那边，我们当然要用这个比喻，他才会知道嘛。难道我没念过书吗？你成绩有比我好吗？没有。现在连你也要纠正我？对不起，您说的是。我刚刚要强调的就是说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，所以呢，在台湾现在是。南搞鬼，北台开，南部大家都注重的就是这个南回铁路搞鬼案，北部就是我那个傻女婿赵建民冲出来一列台开案，每天打工那就都搞要穿美国去啊！但是我非常感谢你，还好有你，你帮我们分摊啦、一半的媒体注意力，要不然全台湾的媒体。甚至是全世界的媒体现在都盯着我们第一家庭，盯着我们第一亲家，我真的快要喘不过气了。那不你我真的会起笑，真的我没跟你骗，做总统真的没这么简单。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，有关于台开案，我个人绝对是尊重司法，我不会以我总统的身份去干涉赵建民的案子。不好意思，这些乱。我怎么干涉啊？总统先生啊，你有请你的御用律师帮驸马爷打官司？没啦，我是讲我不会用总统的身份，但是迄个官司的问题，迄律师迄些啦，还是姓余要生啊？姓余是阮查某囝，他是赵建民的老婆吧？要生了怎么办？整天哭哭啼啼，我当老爸的看了心里非常的难过，所以我不是以总统的身份，我是以一个。爸爸，一个为人父的身份，请律师来。那你听有无？是，你听有无？你连你也要还我吗？对不起，拍摄。我今天可能严肃了一点，那是因为我最近心情真的很不好。我相信你看得出来，但是我感觉你嘛好不到哪里去。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每次媒体面对？看到你的时候，你永远都是笑脸迎人，那么样轻松自在、泰然自得，永远那么开心。你有吃抓动哦？还是你真正有练？蛇形刁手，阿伯那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。所以，是不是蛇毒真的能够让你百毒不侵？你可以教我吗？哪里可以买到蛇毒？因为我身旁的人。他们都太敢跳了，很多人想害我，很多人想把我的位置抢去。不要说在野党的，就连我们本党同志都这样，他们都太奸诈了。你一定要教我哪里可以用到蛇毒，因为我这个人太老实了。不好意思，赵先生，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，而且你真的很懂得媒体，你知道如何能够成功的。转移媒体的焦点跟注意力。你一个公布讲，你的网站叫泰安休息站，用伊个名啦，李泰安，泰安休息站，结果网站当天就爆满。我现在用我名字取的叫阿扁电子报，没人要看。
你的店名说要改，改做泰安休息站，一间店随便就是观光景点，哎，神机车每天在那边拍，人家用我的店名叫阿扁干面，专攻二十几间转店，现在连总店都已经要盘给别人，要顶上，现在是怎样？变作讲，哎，小安安的名字就有用，外面变作没有什么票房，我真悲哀，真可怜。所以民生东路那间官邸，说实在话，我也不想要了。我能够请教你一个问题，说你可以建议我那边能做什么吗？啊，餐厅哦，餐厅哦，也许可以就做餐厅，我们可以考虑看看。是的，好了，我心情不是很好，我要去休息一下，你慢用哈。谢谢小安。哎啊，那开餐厅也当叫什么名？也要用跟我名字有关的吧？随便随便鸟地方，这个名字太随便了吧，而且听起来好鸟啊。对，随便鸟地方做餐厅会赚钱的，我口鲁矿买来哈，谢谢你慢用小安安哈，再见再见。谢谢钟先生。请坐请坐。你就慢用啊，赶快吃赶快吃。今天是为您特别准备的啊，今天的菜色是蛇肉啊，吃嘛没关系，你吃啊。没毒，没毒的，你吃嘛，我帮你搞意外险啊。